为摩诘问文殊等八千菩萨，菩萨是怎么进入不二法门的呢？得手、不炫等三十位菩萨各自描述自己的体证。菩萨们说完，想听听文殊菩萨的看法。文殊表示，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事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文殊又请维摩诘也说一说，维摩诘却默然无言，不发出任何声响。于是文殊感叹，善哉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沉默的交视，是维摩诘最深刻的体证。